土豪今天在一个神秘的地方，这里看似是海滩，其实是女孩们自己制作的秘密空间。在这里，土豪打算和大家玩一个好玩的游戏，那就是现实版的棋盘游戏。小老弟玩的还挺大，那各位看官们，走起！本次的挑战并不简单，因为在棋盘上土豪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挑战，而最后的失败者将要去往迈阿密和鲨鱼畅游，这可真的是太刺激了。本次的挑战者有小帅、莉莉、丹尼和我们的土豪。挑战开始，土豪准备四个骰子，谁能扔的数字最高，谁就可以先走。最后土豪第一个走，小帅第二个走，丹尼第三个走，而莉莉只能最后一个走。看来今天莉莉有点不走运，土豪第一个就跑到了六。这里只有一个水气球，土豪必须要拿刀子把它割开。竟然是我自己淋我自己，真的是大开眼界。So this one is really scary. Everyone who passes through has to use this, and you have to pop the balloon above your head. Let's see if it works. No. I'm really scared. I didn't think this is gonna happen so fast. Just poke it. I can't do it. Harder. Come on. Use the force. Harder. Oh, you did.没想到什么也没有发生，原来这个气球还有多层身份，还是我狭隘了。下一个小帅，他抽到了二，这不是一个好数字，小帅需要回到起点。下一个是丹尼，他抽中了五，这是一个挑战，丹尼需要将毛绒玩具扔到不远处的桶内，这也不是很简单，因为丹尼必须扔进去才能继续挑战。不过他的运气还可以，失败了三个后就获得了胜利。下一个挑战的是莉莉，她抽到了四，这里什么都不需要做，也算是一个大惊喜。第二轮挑战开始，土豪抽到了一，也没有什么惊喜，小帅还在原点，这次抽到了三，同样没什么挑战，丹尼就有点没运在身上，他需要扎水气球，而且他的力气太大，水气球直接引爆。Alright, so you know how this one works. You gotta use the knife very carefully, and you have to pop the balloon. If it's the last layer, then you're gonna get wet, otherwise you might be safe.莉莉虽然也抽到了水气球，但是由于水球已经被破坏，所以她什么也不用做，这是躺赢了。下一轮开始，土豪再次抽中了一，而小帅抽到了四，大家的距离逐渐接近。莉莉抽中了二，但是很可惜是路障，所以只能原地不动。下一个又是土豪，这次他抽到了六，这次也没有什么挑战，而小帅则抽到了一，他有些怀疑这个游戏是不是在和他作对。下一个挑战的莉莉，他抽到了三，这里也没有什么挑战，难道游戏会这么顺利吗？土豪这次抽中了三，他需要把球投进篮筐，这难不倒土豪，但是耐不住有人搞破坏，所以土豪只能轮空一轮。而小帅再次抽中了一，看来小帅陷入了怪圈。而丹尼抽中了二，莉莉则抽中了三，这里需要莉莉和别人交换位置。本以为莉莉会选择第一位，没想到她选择了落后自己很多的丹尼。不过女孩子的情谊嘛，理解理解。下一个是小帅，小帅抽到了四，他也抽到了交换空间。小帅选择和丹尼替换，真的是为丹尼感到心疼。不过他很快抽到了二，也算是没有落后太多。莉莉也紧追不舍，这次他抛到了六，本以为超过了丹尼，但是却被惩罚倒退两格。下一轮土豪终于可以行动，虽然只有两格，而小帅也没有多大的发挥，依旧没有超过三格。接下来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发挥，除了土豪和莉莉为大家吃了一顿狗粮以外，随着一轮轮过去，大家的距离并没有拉开很远。直到土豪再次出场，新的惩罚才开始启动，因为他抽中了岩浆池。万万没想到，土豪躲过了水气球，却还是没有逃脱被淋湿的命运。Actually, it tastes really good. Is this like a Hawaiian punch or something, Matt? Maybe.不过很快小帅就过去陪土豪，因为他抽中了交换空间，看来小帅还是有点兄弟情谊的。丹尼则抽中了四，这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他需要回到起点。莉莉则抽到了一，还是没有什么惩罚。就在大家感觉到无聊的时候，土豪抽中了边缘卡，他需要和一个人来做弯腰挑战。有这个好机会，土豪当然不会忘了自己的好兄弟。不过土豪的腰实在是太硬了，所以只能遗憾的退后两格。 I don't know if I'm this agile. That's a pass! Alright, here we go, Liz. Are you watching? Yeah. This is about to be the world record. Move! Come on, Carter. Ben, Carter! No,
One, two. 丽丽不打算继续墨守成规，所以手动的在自己头子上画了几个小点，并抛出了八。土豪虽然知道自己的女朋友作弊，但还是选择隐瞒。而小帅抽到了二，这表示小帅需要和丽丽亲吻。这可急坏了土豪，他可不想被戴绿帽子。小帅只能停止。丹尼想要效仿丽丽，但是他的脑子仿佛有问题，没有像丽丽那样隐蔽的作弊，而是大大的写了一个三十。果然，他的举动让大家十分不理解。不过他的运气也差到了一定的地步，因为第三十步是回到起点，这个反转让土豪想要惩罚都没有办法，只能看着丹尼回到起点。下一个是丽丽，丽丽抛出了九，这样光明正大的作弊方式让土豪无语。但是他反驳不了女友，只能憋屈的继续挑战。尽管被丽丽捣乱，他还是扔到了最高点数，顺利到达终点，只不过他还有三点没有走，所以不能算是